香啊。那你把肉拿出来，把肉挖出来。你喜欢吃那皮呀、哦？不喜欢。到底？我喜欢吃芋泥。没有芋泥的了，吃完了。没有芋泥。群群，你饮料小心打翻就没了。那你自己打蛋。哎呦喂！天哪，好响亮啊！好了啦，我们妈咪好久没有跟你一起吃早餐了，今天在家里吃早餐。啥呀？你猜的破。君君，你要么你就用碗接着。吃午餐，今天芭比弄那个鲔鱼蛋粥，好配海苔。怎么样？那个海苔酱加起来好吃。嗯，怎么？今天可以睡外面吗？今天可是里面冷气还没关呢，我们去里面睡了。嗯。为什么？因为外面这样还是热啊。没有开冷气啊，虽然说今天已经比较凉了，但是还是热热的。你跟芭比在外面玩？不回答。从小就吃辣椒的男人。第一块拿的披萨是墨西哥。今天晚餐我们来吃披萨。看俊俊，墨西哥辣椒，那个叫墨西哥辣椒。然后有青椒。确定？确定？那个会比较大，对吧？这个你包的。是的。
爱上面还有的草，对，但是你说对了，很像爱。都要睡在你的枕头上啊？嗯，小心的放上去，再放上，再放上，再放上，再放下去，再放上来。这也太难了吧！青春剪头发了。不想看，不想看。好啊，很帅哦。不想看。芭比帮你剪。我看不到。对，你剪完好像还没有看，对不对？对。等一下带你去照镜子。我不要。然后明天礼拜天我们可以睡晚一点，然后带你跟婆婆，然后一起出去玩玩。玩什么啊？去那个奇岩那边啊。嗯。跟你同学一起啊。我不想去啊。为什么？我不想要去。小女君晚安。阿美，可是我不想要去了。阿美，芭比还在起床。我都8点了。好。阿美。哦。晚上芭比还没起床。再上班去。好。阿美。